天非常的开心，大家回家了。我们每年一次的浸思书生的岁末感恩晚会，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大家回来。今天人家问我说，你们有什么节目？我说很丰富，因为有从小小孩两岁多到八十几岁的老人家都一起来到了这里。那今天尤其非常的开心，看到好多好多的家人朋友们莅临，然后有一些是真的好久不见，然后差不多一年见一次，但是希望常常见面哦，非常的欢喜。那在我们整个浸思书生岁末晚会的开场，鼓队们他们特别前来，透过鼓入经上来跟大家结缘，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鼓入经帐。谢谢，非常的感恩，有没有非常的震撼？我们给他们热烈热烈掌声，以鼓会友，震撼人心。非常感恩我们联电的鼓队们，在新竹有浸思堂，那当然那边也有我们的浸思书轩。那这么几年来，这个浸思书轩，这个浸思堂，其实扮演着心灵的道场。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浸思书轩的同仁，我们的秉真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还有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安。很高兴，然后今天我们新竹的人文团队今天一起来到这里。然后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个很大很高兴让我们高兴的喜事，因为你看，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竹浸思书轩呢，就像是一个冬日的暖阳的那种温，那种和乐有爱的家庭。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从整个社区都很爱浸思书轩，只要接引菩萨也会想到，哎呀，浸思书轩也要志工，我们希望他也来书轩做志工。所以我们从亲子志工到大志工，长辈有智慧白发的长者，那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一共接引了38位的慈诚与委员，很开心。那这样的动作我们还是持续，尤其是我们很感恩，就是到底我们怎么这样做呢？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是我们就想说，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浸思法脉，我们在浸思法脉里面相逢，我们很珍惜。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样的喜悦可以传递出去，所以借着由人文推广来推动，像我们很感恩我们梅芬师姐的科技小组团队，那她在去年呢就举办了一个供养菩萨的专案，把我们的骨粉啊，还有我们的稻粮资粮呢，跟我们在地的宗教团体救助的一个团体呢，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就亲自送去，而且是邀约很多本来没有接触过慈济或当时对慈济有误解的人一起亲自去送，经由这样的互动，然后带动起大家那个法喜、那个欢喜，然后再到我们的浸思堂来，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德光师兄的家族，那他们的话就是记得说，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所以我们的师兄就想到，他用很多的浸那个香鸡饭，
跟我们的科技园区的菩萨们，希望用这样来菩萨招生。然后真的也蛮多人就回，因为吃过香鸡饭，所以就来到我们的书轩。那这样的爱的接力下来，真的也蛮多人回来，还参加我们的心灵讲座。很感恩今天联电的团队，除了执行长夫人也是我们的师姐，还有副总赵培彤副总也来，他也跟好多朋友去过静思精舍。您要不要跟大家讲几句话？我本身不是慈济人，但是我非常认同慈济的很多的作为，也非常感动。那是我们颜执行长的特助，也是联电的副总。那上次我们去静思堂在花莲，我那时候就很冒昧的问上人说，上人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压力，或者是觉得有比较沮丧？上人给我回答的很简单，很有智慧。他说荣获可能会有，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就我看今天看这个，是觉得是非常感动。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啊！谢谢。谢谢，感恩，我们一起跟随着上人。谢谢副总，还有新竹的团队，还有联电的团队。谢谢，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感恩他们。各位贵宾，各位我们的伙伴们，大家晚安。晚安。因为在慈济工作那么多年了，我们深深了解，一个要行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都会有阻力，我们不怕艰难，只怕社会人士不理解、不了解。我们只要把我们所作所言所行，那么真实的表现在社会上，我想，谣言总是止于智者嘛。那我们相信自己，就是像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一个佛教团体，也是一个慈善团体。那佛教是一种信仰，信仰是我们内心的这个中流砥柱啊。而我们没有信仰的话，就没有慈济，没有慈善的话，也不会有慈济。因为有信仰，有善的决心，所以才会有慈济。那今天小朋友表演啊，那我们最天真啊，就是小朋友的心思最天真啊。那我们期待他们的表演哈，感恩各位，感恩大家的到来，感恩，谢谢，感恩王爸爸。那今天呢，跟大家报告，我们台北市公务局的团队来了非常多人哦。他们的局长是非常可爱，而且长期都推动静思语。要不要请彭局长跟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全部起立，给大家拍拍手，面向那边，对，来挥挥手，谢谢，感恩台北市公务局的团队，从局长、科长等等，局长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平时怎么带动静思好话在局内，来来来。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晚上大家好。其实说要上台上电视讲工程，我们大概可以讲很久了。他说到这个静思这个团队来是讲的太少了，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本来在高雄市离开高雄市政府以后，我也在静思书轩当了六年的志工了。师兄好。跟各位一样，那我师姐今天也来了，那我师姐我先进慈济，然后拉我师姐进来这样子。那我这个我们公务局我应该讲是说，我们每天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爬起来，六点多，一般都5:50到6:10左右，我会把那个静思语带给我们同仁哈。大概早上是差500-600个，但是我们那个处长他都会分发给他处里面的同仁，科长也会分发给科里面的同仁。我只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柯文哲市长到公务局基层员工座谈的时候，知道公务局很忙嘛，我们大家都讲说我们除了天没有管以外，其他都我们管了，眼睛看得到天上没有管以外，其他包括你看不到地下的污水下水道。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副局长还有5个处长都到了，这代表说
我们只是希望说，很公务繁忙的时候，我勉励我的同事说，今天你在公门好修行，就是说有机会服务别人的时候不要放弃，会比别人服务要好，包括说我们去救灾都保持这种精神。所以我们同仁里面虽然每天很辛苦，但是比较不容易生气，所以这样来讲的话，这个服务品质会好一点，而自己的精神也会好一点。我希望借此也带动整个市政府，如果朝着我们公务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我想这个大家的工作会比较和谐一点，然后工作会比较愉快，也希望服务市民的会更精进一点。我就这以上的简单报告，谢谢。谢谢，感恩局长。这一次呢也很可爱，有年轻朋友。有一次我去德国参加一个那个展览，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然后看到我们就说，哎，你是慈济人？我说是是是。后来他就说我说我在静思书轩服务，他就说静思书轩，静思书轩，静思书轩什么？来，我们请那个陈建筑师起来跟大家讲分享一下，来看着镜头的。因为他随身携带什么东西来？你告诉大家。各位好，那是一个很奇特的因缘，因为今年的3月份，我们到德国的慕尼黑，受奖，也看到了那个慈济这边的那个福慧床的一个作品，很棒的一个作品。那因为我们在外地，是吃素的关系，德国都是吃面包或吃水果，那有时候会想要说吃点咸的东西，所以妈妈也是慈济人，就帮我带了一些那个香气饭，香气面，对，你的照片，对，所以就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在异地可以吃一点热食，一个很感恩的一个食品，谢谢。谢谢，感恩陈建筑师。对，我们相遇就是香鸡饭，然后还看到真的吗？拍给我们看，所以那张照片就是他拍给我们看的，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除了有香港，还有纽西兰，有大陆，有美国的，今天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哦。其实我们很多的静思好听的歌曲，其实都是他唱的，他就是素轩老师。可是今年呢，他也受赠了。对，明晨师姐，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明晨师姐，她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只牵你的手》，我们热烈热烈掌声欢迎她。一生飘过长津古董，失去的太多，错在哪里？缘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缘里尘有相知相守，你不遗忘我。众生最最牵你的手，尽管喜乐或是忧愁，今生有早已足够，感恩心情一点就痛，因为曾经有几人能互相扶持，胜过自己拥有。自己人那太多感受，只牵你的手。谢谢。非常的感恩明晨师姐，
那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认识14年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变哦。为什么跟他认识？因为我是以前在金丝书轩当店长嘛，在新舞台那个店。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偶像明星来借洗手间，然后呢，那我们也当然很欢喜借他。借他完呢，他也非常的善良，还送我们巧克力。对，这14年来就结了一个欢喜缘，只要静思苏萱有什么活动，他都会来一起来支持，然后同时一起来鼓励大家。好，我们邀请我们的最佳男主角，我们的施逸男，热烈掌声 Hello, 欢迎。Hello， 青儿师姐。Hello， 欢迎。对，谢谢谢谢。请，非常好久不见，欢迎您。大家好，我又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会来报道，但今年真的是困难重重。我妈妈刚好是今天，因为我妈妈是歌仔戏的小生小明明，她现在就是致力于歌仔戏的传承。那我每年的歌仔戏表演的时候，我都会义务去当就是义工，就是帮她弄舞台啊，或打杂，也一手包。所以其实现在我应该是在我妈妈的身边，所以我今天这边一结束，我就要赶回去我妈妈那边帮忙，因为现在正在演出这样子。所以今年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静思书轩是我跟慈济开始结缘的地方，它真的是我第二个家。然后每次看到青儿师姐，你看人家说台湾什么人最美？慈济人，你们忘了吗？台湾什么人最美？慈济人。你看看青儿师姐，看看我们身边这些都是慈济人，大家都是很喜欢就是笑啊，就像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刚听到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把爱跟善的种子然后传播出去，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大家能够加入这家大家庭，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是我们聚集大家的力量，大家一起做对的事情，那个力量一定会更大，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唱歌给大家听了。我透过我的方式把爱跟善的种子传出去。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我新专辑里面的歌。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新南年新专辑里面怎么都没有一些情情爱爱的歌啊？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情情爱爱的歌呢？我希望传递的就是从我声音能够得到一些力量，能够 得到一些正的能量。那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的你》，那个你是在讲我自己。当你觉得累了，当你觉得倦了，想放弃的时候，请你回过头去看看当初那一个自己。你加入这个团体，或你当初在做这一份工作，或进入这个行业，当时那么单纯的热情，那么简单的勇气，你就会更勇敢，更有力量继续走下去。所以这首歌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久不见的你》，谢谢。
时候谁来拥抱？面对自己才能找到新的依靠，回到最初单纯的美好。抹掉心中的棱角和骄傲，会收到幸福接近的讯号。回忆总在某个瞬间被自己遇到，那段疯狂的风暴啊，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不好？很委屈的时候谁来拥抱？面对自己才能找到新的依靠，回到最初单纯的美好啊。谢谢，感恩一男大哥，请留步。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啊、真的吗？因为14年前他送了我们金沙巧克力，现在呢我们要回送，但是呢一样是金沙的盒子，里面呢是用静思可可粉做的巧克力。哦，真的。我们要请我们的巧克力妹妹跟巧克力弟弟来，他有话要跟你说，来，有话要跟我讲，好。祝你每天都快乐。哇，谢谢谢谢。祝你每天都快乐。还是你也想吃？他舍不得给。好，谢谢。那你呢？祝你每天快乐。也是快乐。快乐。好，谢谢谢谢。有没有长得很像金沙巧克力？谢谢小杰还有嘉明，他们两位都是我们人文置业的同事的小孩。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哎，因为每年看到这些小只狗，巧克力男孩、巧克力女孩，对，就是每年看到都会有新的小朋友加入，然后每年来现场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挤不进来。对，然后很多小志工现在都长大了。对，真的一天一天长大。对，不过我只有你还是依然这样。大家都问我为什么冻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心美，看什么都美。哎呦，近视眼。所以你们说我是不是很年轻？是。所以大家都很年轻嘛，因为你们年轻，看到我就很年轻。对，不过真的啊，这个可可粉，因为我自己用你们的可可粉，还有这些薏仁粉，我做过蛋糕，真的很好吃。希望大家一定要大力推荐下去，好不好？谢谢，谢谢金儿，谢谢，谢谢思怡男。